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dear brethren, 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以及圣职单位的相关拨款。教会各部门单位要根据经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各项基金。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及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并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职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2011年度所有物资、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其记录及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以及教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锦城。